就跟你正常发育到中期，你是不好打他的。你不用跟他抢刀呀。 被打野抓的风险的，只要下半开的话，你要是压德莱文就要被。 面临被抓的风险，德莱文。那就买灵魂吧，灵魂莲花。 我想试一下带这个适应之力，然后点攻速。天赐透后需要补攻速吗？
哎，0.64的攻速还是有点慢的，加一点，就差不多跟。蛮厉害的，对拼打不过大嘴的，所以我们要通过细节去打。他给位置你就 A， 不给位置你就吓他，知道吧？他没盾了，就上去跟他打，他等他盾消失，进 Q。来到队，那我不客气了。他们现在血线绝对绝对吃不了线，但是我们的南疆在上路冲刺。
大飞流主要讲究是细嚼慢咽，知道吧？也有治疗啊，哥们，你就这么上啊？你还没点呢。无敌，真没办法，又放那个盒子给我挡了，我就没办法。我操，他看到这个兵线进去了，他就是在。他就故意的不那个。打到了，
真的假的？Last piano!